每个人都害怕会消失在尽头，也害怕即将成为遗失的角落。我伸出双手渲染了天空，有什么结果？晴天或灰蒙。我以为我的快乐不再属于我，也曾经为爱犯错，故作很洒脱。当我走出了伪装的出口，有什么不同？可能幸福在等我。画一道彩虹，安抚了脆弱的胸口，拥抱了寂寞。当我抬起头，这一瞬间为了我停留。走出了伪装的出口，有什么不同？可能幸福在等我。画一道彩虹，安抚了脆弱的胸口，拥抱了寂寞。当我抬起头，这一瞬间为了我停。找到自我，我们都应该给彼此一个幸福的理由。画一道彩虹，安抚了脆弱的胸口，拥抱了寂寞。当我抬起头，这一瞬间为